站住！站住！队长，你枪声！哎，蔡队长，抄救呢？范队长。 曹国舅，你胳膊怎么了？赵邦阔打的。他为什么要打你？他就是内奸。他人呢？在给日本人留记号。队长，曹国舅，你怎么伤了？ 你打的呀？是我打的。队长，我现在确认内奸是谁了，就是他。队长，知道什么叫贼喊抓贼吗？刚才我起夜的时候，发现他根本就没在睡觉。 等我跟他后树林，发现他在给日本人留记号。我本来想回来报信，没想到被他发现了，于是他便开了枪。赵万阔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条汉子，你出卖别人也就罢了，你连你自己的好兄弟大牛你都出卖，你甭拍说兄弟！曹国舅。 你别，你再给我编！队长，他就是内奸，是我打伤了他。曹九，你信不信我现在要一枪崩了你？开枪！如果打死我能暴露你内奸的嘴脸，老子宁愿去死。好，你说你不是内奸。 敢敢和我一起检查背包？好，我现在就接触你。干不干和我一起检查背包？不，我现在就接触你。队长，发报机的干电池。不可能！赵半阔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曹国舅，你把这些东西塞我包里，一定是你。 你刚才去哪儿了？队长，我去抓他了，我抓他这个内奸。为什么要给日本人留记号？队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有给日本人留记号，是他。为什么？ 为什么要出卖我们？我没有出卖你们，他是内奸，不是我。曹军，我他娘现在背了你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
对不起啊，兄弟，这次任务本来就是九死一生，看来你也要先走一步了。曹九，算你厉害，你为什么要当内奸？我也是逼不得已。 国舅，看你平时不言不语，原来肚子里没憋着好屁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都怪我最贱，叶世民，早说呀！抓内奸本来就要暗中进行，可是事情搞得这么大，内奸早有提防，如何收场？ 要不把事情再搞大？老大，怎么了？你们得配合我。没问题，你说咋着就咋着。局长，我们现在怎么处置这个叛徒？请是个锤子呀！草三、刀子和大牛都是这个龟儿子害死的，这种人死一百次都不算多。 他们都是你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你为什么要出卖大家？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吧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长宝，你他妈为什么当内奸？你把你当兄弟，你他妈把我们当什么了？打走啊！老子憋了很久了，都要烂了。去你的！ 打的就是你，打的就是你，你为什么当内奸？打，打死我！你以为我愿意当内奸吗？因为我老婆孩子都在日本人手里。 妻子燕猫，家里娃娃还小，他们谁都离不开我。可我又何尝不知道，我的战友，他们也许也有自己的妻子，也有自己的娃娃。每次兄弟们死， 我都觉得自己不是人，可是我要不给他们留记号，他们娘俩就得死。鬼子是怎么选上你的？进入野人山是高度机密，小分队的成员都是临时选拔的，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你一定能选上？日本人找到我是在进野人山之前。 当初他们只是为了让我提供远征军的内部情报。小草，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。别动。什么呀？郑队，郑队，郑队，郑队！国舅爷艳福不浅呢，女儿乖巧，老婆漂亮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谁让国舅爷是三十六师的神枪手呢？ 据说死在你枪下的帝国士兵不计其数，名声都传到了本部。我这次来是想找你谈谈合作的事情。想让我当叛徒？做梦！不要把话说那么难听。
你看看你现在住的这房子，再看看你那点军饷，那些钱都被高官给贪了。如果你跟我们皇军合作，我保证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只知道我是个中国人，中国的军人，就要杀小日本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现在是战斗英雄，可是你这里环境太差了，小孩子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我先带你养养。 这帮畜生！振队，振队，你怎么了？振队，振队！说实话，那次去见他们娘俩之前，我准备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。我想对他说，国家正是危难存亡之际，必须舍小家保大家。 我想对他说，我是一个丈夫，但我更是一个军人。我想对他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等为父战死沙场，就和你们团聚。” 见国家娃娃惊恐的眼神，我退缩了。淑芬，爸爸，振队，振队，你受了，你一定吃了很多苦。 我去执行一下特殊的任务，等任务完成了，就会来接你们。千万，你不要干傻事儿，千万不要干傻事儿。放心，我绝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受苦。好，等我回来。爸爸，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接我和妈妈。小草。 别怕，爸爸是军人，他们也是军人，他们是爸爸的朋友，是帮爸爸来保护你们的。小草又乖，听妈妈的话，爸爸很快就来接你们，啊？嗯，我一定乖，我一定听妈妈的话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走吧。 我觉得自己很无力，我根本就说不出口。队长，现在怎么办？ 是你父亲发来的电报。我父亲他说什么？他没有联系上小分队。不过他们不会已经……卓言，你不要那么的悲观。野人山地形非常的复杂，进了山里边，可能就没有信号了。再说了，小分队个个都是精英。
不可能一下子全军覆没的，现在只是失去了联系。即使他们没有死，现在他们的队里面出现了奸细，就等于安排了一个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会爆炸。你不要太着急。我能不着急吗？之前我以为是美国人弄错了，或者是日本人欺骗了美国人，现在奸细已经查出来了，结果却联系不上，赵半阔随时可能有性命的危险。院长，院长，身为一郎来了，正往这里走呢。来不及了，你假装我的表妹，混过去再说。要撑住啊！大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位是你的病人？这是我的表妹，舅舅临终前把表妹托付给了我，所以我从梁河县把她接过来，顺便帮帮我的忙。老肖，哎，把阿燕带下去，我和大佐有些话要聊。好，不打扰你们了。等一下，你过来。阿燕，也不好意思的。大佐，他比较害羞，不懂事儿，请原谅。你表妹的眼睛怎么了？哭过了？哈，大佐，舅舅刚去世，表妹心里自然难受。舅舅和她不重男轻女，她对表妹特别的好。你们先去忙吧。好，不打扰了。大佐，今天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今天早上起来背部有些酸痛，过来让你揉一揉。大佐，我不谦虚地说，西医我很懂，但是中医我只略懂一二。你为什么不找中医去给你揉一揉呢？别的医生我信不过。多谢信任，这边请。先ほどのこと何かおかしいと思わないか？あの女のことですか？そうだ。あの振る舞いから見ると田舎の出ではなさそうだ。何か変だとずっと感じている。密かに調べておきなさい。はい。いいか、秘密裏にするな。弁先生に気づかれるな。むしろ面白い友を失ったとしても
素晴らしい島では失いたくな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哎呦，还好还好，有惊无险。他让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被识破了呢。卓言，关键时刻更应该沉住气，要不然你会害了大家的性命。老师，我知道错了。总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凡事都不要太着急。暂时联系不到小分队，未必有你想的那么可怕。嗯，我们现在应该冷静下来，想想该做些什么，能帮到他们。哎，院长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救曹国舅的家人，这样的话，一旦联系上他们，我们就可以说服曹国舅，而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一点反制住小鬼子。我们必须再一次进入虎穴了。跟上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是我们来早了。卞院长，这次行动的地点在哪儿？大强，你带我们去。雷子，我们边走边说。哎，走。哎，走走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没事。曹无咎的妻子和女儿就关在那里边。这里是鬼子的什么地方？军需库。鬼子把腾冲的食盐都垄断了，老百姓想要得到食盐，必须拿粮草来换。鬼子真他娘的可恶，让中国人给他割草喂马，再用这些马运炮弹打中国人。等会冲过去，直接把小鬼子给我端了。老肖，卓言，你们在外面负责接应，其他的人跟我来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我跟往里边送甘草的村民打听过，哭声就是从那个房间传出来的。我想我们要救的人应该在那里面。是女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是本狗娘养的。大乔，放火，你看他们注意力。好，走。
老师他们已经进去了。新的状况了，搞的是啥情报？这是要害死人的！你别害怕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那就要很快。你们是共产党吗？是。问你们，你们谁认识曹政队？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啊。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盲人妇女带着一个六岁的女孩？嗯，没见过，你见过吗？雷子，哎，先把他们救出去。曹无咎的家人一定被关在别的地方，我再去找一找。不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救老百姓同样重要，记住，安全把他们送出去。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接应。抓住啊！来，抓住！老实人呢？临时出了岔子。林院长让我们先确保这些老百姓的安全，他继续找曹政队的家人。大乔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吗？他和边院长在一起。如果鬼子知道他们上当了，会在几分钟之内赶到，咱们必须马上撤离。可是老师他现在……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护送老百姓出城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好，走啊，跟上，跟上。神よりも強くなる。なぜこれを書いたかわかるか。唐城城内には敵の鬼がいるのですか。そうだ。鬼が逃げたら、それは神だ。今一番心配しているのは、まさにその鬼だ。一体どこに隠れ、いつ動き出すか。わからないことが多すぎる。ところで、弁先生の件、調査の結果は？まだありません。しかし、もうすぐです。什么人？曹振队的妻子和女儿在哪儿？
陶正队是谁？你知道的。你不敢开枪，枪声一响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在这个房间里。那现在呢？今すぐ倉庫へ電話をしろ。少しでも動きがあれば報告すると注意しろ。はい。别给我耍花样。如果耍花样，我一枪打死你。接。もしもし。草はどうだ。はい。必ず警戒を強めます。餌を入庫しています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ここは一切無事です。草は入庫中です。異常はありません。こちらの準備ができたら、スウェーランにいいことを教えてやろう。待我去找他们。走。もう5時を過ぎた。穀物はいつ入庫する？遅くても毎日の4時までに入庫済みとなるのではないのか？まずい。もう一度電話をつないでくれ。通じません。続けろ。部隊を集結、倉庫へ進軍する。はい。差不多了，这里应该安全了。我要回去救老师他们。小姐，说不定边院长和大乔已经逃出来了。没有看到他们安然无恙，我是不会放心的。这样吧，雷子，你负责照顾老百姓，我和苏小姐再回去看看。成，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他们安全送回去。你们先走。走，跟上。怎么走？走。院长，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。为什么带我们来这儿？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？正是那个愚蠢的女人，不知好歹，知道她的丈夫为天皇效力。大妈审委大佐，审委大佐一气之下，这才下命令拿他的女儿做实验。小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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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听到妈妈叫你了吗？你回答妈妈一声啊！小草，小草，你怎么了？你回答妈妈一声啊！小草，来人啊！来人！
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，我求求你了。别喊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的女儿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别喊了，听到没？求求你了，救救她吧，我求求你了。让我死都行，我求求你了！别喊了！那么多日本人，老师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小鬼子还在搜索，应该还没有找到他们。不行，别冲动，我估计他们人应该已经跑了，先观察一下再说。什么情况？他们援军到了。なぜ引き当てたんだ？報告。犯人を放火した後、拘束されている人質を連れて行きました。ならば聞かせてくれ。奴らはどうやって侵入してきた？兵道、責任者は誰だ？自分と藤田ですが。職務怠慢、処罰させてもらう。你们俩是逃不掉的，除非你们放了我，否则死路一条。你放心，你死的一定比我们早。このような失態、誰がここの責任者だ？どうした？貴様ら怖いのか？貴様ら大日本帝国の武士じゃないのか！大佐、指揮官は山本です。もう調べましたが、タイにいなく、死体も見つかりません。全員今すぐ探しに行け。生死問わずここに連れてこい。多分共犯者がまだどこかに隠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ん。はい。院長、我们被包围了。自己过来，走人。